亚洲大师杯的比赛，那都是超级跑车的比赛。今天的比赛比较轻松，因为我是参加 A 组的比赛，那我先让前边三辆跟我不同组别的车先走了，然后他们就是在我前边，但是在不远，但是后边的车又追不到我，所以今天的比赛是非常轻松，拿了非常轻松拿了冠军。 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系 Samson。今日比赛咧就我得到第二啦，都个成绩就自己都满意啦。因为琴日嗰场赛事咧就系话啲胎压啊，或者嗰个水温啊有问题咧，就影响咗个发挥啦。咁今日胎气啊，诶车胎 setting 嗰方面咧就搞掂咗啦。咁好可惜咧个水温咧高咧都仲系解决唔到咯。我系揸住7000零转去到成。 137度水，咁變咗係嗰度影響到少少發揮。見啊 Oliver 同埋阿 Paul 潘喺上面玩得咁開心，其實我好想追上去同佢哋一齊玩嘅，但係無奈水温高喎，我根本冇能力咯。大家好，我係李發昌啦，IMSS 車隊。
咁啊，今日第二場賽事其實嚟講就我自己覺得個人覺得非常之好玩。咁但係就可能我心急咗啲啦，同埋即係都追頭車潘德俊啦。咁我消耗嗰啲臂力啊同埋胎咧消耗太多。咁所以其實我喺應該係第六嗰圈，因為第六啦第七嗰圈咧，我就打咗個轉。咁變咗亦都，我相信因為得翻幾個圈咧，我都喪失咗嗰個再奪標啊，或者再競爭個機會。咁戰略上我係用錯咗咧，咁啊亦都我對手都好強。咁但係整體嚟講，今次我好滿意，亦都好玩，好開心嚇。因為嗰個比賽裏邊，即係有一個大家互相超越嚇嗰個咁嘅情況，亦都好刺激。咁希望下一場賽事可以做好啲啦。今日咧就係第二個回合啦，我參加呢個第一次參加呢個GT大師杯賽。咁係我喺第一位起步啦，咁一路揸緊嘅時候咧，就一路都領先嘅。咁去到一個 one t one 嘅時候，我對手我呢份 lead 咧就超越咗我。咁我自己有個錯誤啦，一路都我 keep 住喺第二位，咁一路追住佢。咁到去到又去翻 T 1嘅時候，大約係四五個圈之後咧，咁我就作咗個好大膽嘅嘗試咯。咁離開好遠，我就break out break 佢，咁我就知我成功咗，咁啊亦都好順利咁一路打住翻嚟，咁啊攞埋第二個回合冠軍，即係大家都係純粹係用技術去互相超越大家咯，咁非常之公平公正，好好玩。